给我。云顶面包哦。他们自己做的改良烤面包。好。他是吃这个的清汤沙河粉，干捞沙河粉。上次我们叫这个佛手脆脆的，好酷哦！啊，佛手脆脆，还有的叫白斩鸡的云吞，云吞汤，一人到五人。对，然后吃饭吃面都有。啊，也是用面包自己做的咖呀，烤面包。哎，好、哦，这个半生熟鸡蛋呢，要水啊。那金瓜，金瓜奶啊，你可以喝金瓜奶。装这个一杯哦。嗯。啊，金瓜薏米。薏米不要。薏米冷啊。冷不可以喝。金瓜奶，金瓜薏米。那还有卖椰浆饭呢。有没？那、啊，那是人嘛？那什么、啊？自制的午餐粥，上次我们吃过他做的自己做的午餐粥。二号。二号。嗯。叫一个啊，叫一个清汤和一个干捞。两一个。哦。一个清汤，一个干捞。叫一个一人份的白斩鸡哦，一人份，还有这个鲜虾云吞汤，你要这个？嗯，一样一个。对。然后蔬菜。你要豆芽还是要是佛手？叫一个油菜。一个。啊。油菜。啊，油菜一个，豆芽一个。这里要加一个烤面包，刷一看。吃得完吗？啊，不用紧，刷一看。自制烤面包。嗯、啊。然后加一个金瓜奶哦。金瓜奶。对、okay, ，可以。这是金瓜牛奶，油菜，豆芽，白斩鸡，哎，白斩鸡还有给这个双龙，这个好吃。这是汤的沙河粉。鲜虾有虾有鸡，这个是我干捞的沙河粉，然后烤面包，对他们自己做的咖呀烤面包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了。鲜虾云吞呢？哦，对，还有一个鲜虾，一碗鲜虾云吞，没有云吞的虾肉了。云吞面包哦，可以。自己做。行。
加云吞，有几粒啊？一粒，应该有五粒啊。好啊，金瓜牛奶，好喝。你能喝到有那个金瓜碎的粒啊？对哦，它咖椰青色板蛋的，板蛋咖椰，看来看，哇，板蛋咖椰，哇，香哦，脆脆啊，嗯，浓浓的咖椰，嗯，好吃啊，嗯，大家知道了。好吃，然后表面吃，哎，它肉碎蛮多的，很鸡翅很厚哦，水很多，有两只虾，还有鸡翅，不错了，咋了？鲜甜。甜吗？脆脆呀、啊！脆脆。海胆鸡要放入这个蒜蓉才好吃。先放下去。香。香。啊，汤好喝哦，鲜虾云吞，鲜虾云吞，很热虾仁，很甜，好吃。黄鸡，嗯，白胆鸡的汁，点下去。总共吃了这个，这好像多样，37.5块。